选择折现的话给你折个30，你要是不选择折现的话，你就可以获得一个6000-7000的键盘。没开玩笑，我一会儿查一查啊。谢谢迷路的小鹿，还有10秒钟开奖啊！谢谢孙悟空蓝林汉。全军出击！谢谢刀马旦。啊哈！哎呀！咱来个鼠标，鼠标，100级了，哈哈！哦，别哈哈了，像个傻子。就你叫落手啊！我先来个弹幕，抽个鼠标。干哈呀？谢谢蓝林汉牛的打不打？你要跟我击剑呢？叮叮叮，咚！跟我打，小伙子！你不知道我带的点盐吗？啊？我日炎了，让挖掘机过来一下子啊！这会儿我们控波线儿，兜好，拿下。一会儿6级给你们来一波连招啊，好，很帅很帅的连招，非常帅。这辈子我就指这连招活了。完了，我看不见弹幕了，怎么办啊？不知道我的斗鱼 APP 坏掉了。好了，然后这个给大家抽完以后，我这把打完啊，给大家粉丝团抽俩。
哎，我点烟为啥没套上啊？啊？哎呦我操！我不应该跟他换的，其实。哎呦，我这是，哎呦，哎呦，这好烦哦。好菜哦，这波太菜了，这，哎，真菜，哎，出门了，好菜呀。有些兄弟问为什么不开大上点烟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。刚才第一波我想套点烟来着，没套到，然后第二波我感觉他这血呀用不上点烟。我应该不用点烟了，我寻思。然后我创完以后吧，我为他拉了，拉完以后他回血了。哎呦，我这一看怎么办呢？他回血了，那我算了吧，我套个点烟，这就是我的心路历程，明白没？拜拜。胖子的，哎呦，那圈都不行。哎呀，这没有完好，应该等个点烟好了，稍微有点着急了。我给你们来一波连招啊，让你们看一下。这波有点烟，有大招，给你们连一波，好好看一下啊。这个连招，我说实话，十个人里边有八个人都不会，给你们来一个啊。那我们得把他半血先给他杀了，不是，先给他耗一下，耗他半管血。赛不赛？啊，赛不赛？赛吧，赛就对了。压了，我们需要一个水银骸，需要一个小反甲。
但其实刚才我跟你们说啊，还不是特别晒的。刚才那波三个易碎没打出来，才打了俩，正常应该回来敲一下，接大招再敲，再接 W 再敲，敲三下。好样的，这就别放大了，这都不合适啊。头挺大的，嗯，就你有惩戒呀？你大爷！我们打他了一个大，他打了我一个大，俺们俩五五开。哎，确实没杀了，这小子一千块钱没杀掉，有点烦。这波我们没啥技能啊。我也曾经有过追随者，我不知道我用我正常的 W 加 Q 能不能打得死他。慢慢耗啊。哎呀，杀了可以。来呀、啊！没点烟，越塔可能费点劲。哎，我这小子，塔下战神呐！几个人啊？哎。这波有瑕疵啊！哎，这波连招没连好，这波连招没连好，哎呀，对不起，赛哥，我给你丢人了，我手慢了。赛哥，对不起，给你丢人了。
他这很难的，我跟你们说，首先你要刚抬爽，然后正好躺脚下有个抠，然后你移过去，那个易碎撞过来敲一下，然后再撞回去再敲一下，这打不他得再敲一下，你想想吧，有多么的难，是不是很难？还行啊，很难呢、啊、很难呢、啊、啊，来小龙，你俩杀我啊，你俩杀我啊，我178魔抗着，你杀我啊，嗯，我上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纸算了，回家吧。我打算来个智慧墨印。对，啊，你看，哎，很难的这套连招，我跟你说，除非人家站那儿跟你打，都不一定能打得出来。你俩跟我打，你确定吗？确没确定？我可是很猛的。哎，有眼儿，你不走？
哎，算了，也没啥可干的了，感觉真的。我们再来个啥呢？给点意见吧，啊，狂徒。啊！别跑！这人儿他有点多呀，这。快跑啊，兄弟呀！都不敢了，哎呀，天哪，他人儿他有点多呀，他这人也太多了。没事，他们技能都没了，没关系。小瓦斯没到了，阿木木我不知道有没有。不太清楚，几条龙了？哎，就是这条小龙不应该这么骚的，应该走一走，你知道吗？这有点骚了，别这么骚啊！哦，值钱了。别打。大龙可以要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可以打大龙。哥，你的装备没升级，升了呀，小老弟，升了。哎，我看这小法能不能杀啊？放这边，怎么打成了这个样子了？干嘛呀？
来队友啊，哎呦我操，真能越呀，这哎呀差一下死他呀， AD 有大呢，别害怕，没打呀，2350，这波小法没死不太应该啊，小法师应该死一手的，差了350210，出这个吧，我不需要伙伴，只是一面墙把我们困在了一起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啊，哎呀点烟没点出来，打不过了呀，那也没办法呀，打不过了那就只能认命了兄弟。还有，为什么我买不了针眼儿啊？我不要买呀。这是卡 bug 了，嗨呀，给你打件装备，罢了，不追了，大招没了，等等吧，等等，没有大了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这还打啥呀？先把落手杀了，哎呀，怎么死那么快啊，哎，这小法师好厉害呀，我闪走吧，我想想啊，
那真是个怪异的时代。我为什么？等我升级给辅助打点装备。哎呀，干嘛呀？给你来一件啊。那老头挺烦的，那小法师有点厉害啊，小法师得杀。他有杀漏吗？他没有杀漏。杀小法师。保护一下 AD。2170。大龙大龙，天哪，小龙啊，那小龙吧，自言自力，其实我自言自力吧，跟那个智慧墨印的那个魔抗差不了太多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是差不了多少。你看啊，我现在162，我把这个给除了，244，对吧？我把这个卖了，230，一样的，其实差不了多少。他那被动能加20，这怎么就投了呢？哎呀，你们干嘛呀？那高地还没掉呢，着啥急呀？